我都是无助的，拍谁听不到你们的声音，没关系，我们的惩罚就这样子。但是 Nubi 你们是有两个惩罚，对，一个是饶舌，然后一个是铁胆你爆，对，铁胆你爆，别同时边做两个动作，然后边宣传 ，OK 吗 ？OK。铁胆你爆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不要爆？你要不要？你们两个一起这样子啊？还是怎样？对，对，原来是这样子哦。你干嘛？我们一起这样子？神经病哦！对的 ，Jeff， 一个爆一个，后面一直这样子。Jeff 是谁？你够了去换我，你够了去换我。Jeff 是谁？来客串你。好，来到前面，最后宣传时间。Rose。Come here， 我第二个，我是 Rose，、啊、你是 Rose， 我们是单，啊，继续抱着吗？对吧？哎呦，好浪漫哦！搭配乐一下，有，请开始 ，One， Two， Three， Four， 哦，哎呦，很累啊，Yeah。Novi 新歌 Before We Die， 陪伴你度过每个Day and Night， 还有线上演唱会，没听你需要忏悔，每个排行榜上都等着我们站位 Time。嘴巴太坏了，太坏了！哇，所以你们是十几岁就要过去那边？对，大概十七、十八岁吧。哇，我们都在干嘛？那是高中生那边吗？对啊，对，高中日期，高中毕业，哇，全部都休学，那是直接没有到那边就直接学日文啊什么的。他主要他的那个经营操作的模式是把我们就丢去那个贩子。对，不，丢去贩子，卖掉，丢去山上，没有，丢去那个 live house 里面。那我们一开始就从那边开始打工，扫地、擦桌子，然后换一个表演。对对，然后到后面我们慢慢的有一点点小、一点点听众的时候，他有给我们几个目标，所以第一个是要卖完自己的1000张的单曲，那我们就要去街头发传单。哦，这个就是第四个关键字，对对对，直接串了第四个啦，没关系没关系，我绕过了多角关系，没事啊，有人帮我们串场蛮好的，这样可以吗？可以，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他是希望我们是可以从零开始都自己学，所以我们才会有定一些目标，像1000张要在好像3个月内要自己把它兜售出去，然后才可以办一个那个叫 One Man Life。就是可以单独的演出，然后后来我们很开心，我们就卖完了，然后结果在演唱会当天，他跟我们说，你们要再卖完3000张的迷你专辑，才可以正式出道这样，所以正式发片，对，正式发片的，
而且你们要怎么和日本人就是沟通？对，刚开始嘛。就是比如说传单也要哎，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对，有的时候要讲一些基本的，对，一定要一开始用死对，但后来就是反射，就是卖完，对，最后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对，最后一天演出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发表什么歌？那时候我们的出道单曲叫做，反正叫做 Ga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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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车库，仓库，不是仓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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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叫 Garage。你叫什么？日文的，英文的 ，garage。对对对，我现在讲很多日文的感觉 ，garage，garage， 丢脸的。我们想听，想听，想听，还是你唱一段？我清唱吗？简单的可以，简单的唱一下。我想一下，太久了，太久没唱日本歌。OK。僕が切り刻まれ、君がつまずいて、What's going on?What's going on? みんな戦ってる Day and night 涙して You and I それだって何度でも何度でも何度でも立ち上がってくんだ哎呀你没有忘记歌词好听而且真的很标准对啊真的吗真的标准因为好久没唱了我每像这次 Before We Die 的录音，就是要大概两年半没有唱日文歌，所以那时候就跟那个对跟配唱制作人说，把我叼死一点没关系。